你画好了？我画好了。哪里画好了？我都没说。You need to stop everything. 什么 ？This is so much cancer. 我懂，你画那个只是什么客户，然后上来你。我们要见面了，现在我们要玩的游戏更加的简单哈。罗德，你要过来一点，你手太大只哦。画画接龙，游戏规则：玩家们站一排，然后最后面的玩家开始想一个图画，然后一笔一笔的画出来，顺着前面的次序画，直到画完为止。OK， 罗德先开始。现在是第一笔，来。你画完了吗？开始。对，你画的东西吗？完全不懂什么东西。我不懂什么。OK， 随便这场 Destiny 先当 Destiny 的。七大哥，你画这个东西？你画这个也不是啊？搞点点。哇，你记得？我不知道。什么东西？你看看，你看我。我完全是 feel 到两笔画呢，你懂吗 ？OK 啊 ，OK， 来 ，OK， 开始。罗伦先画。先说 Roland 的原型是一个太阳，然后第二个是 Dennis。 太闷流汗，什么东西乌龟是吗？流汗眼圈 OK 到了，我人是最机智的。什么东西啊，这是第一个，这是最后一个。变冷气太阳 OK 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 Alright， 各位现在到我了哈，我来画一些简单一点的东西哈，好吗？是你一画一笔，然后全部请过来。我们画一笔，我画一笔。OK， 首先。好失意啊，那开头。先当起来，给他画对了。OK， 我让你 feel 啊， feel 好好啊。哇，这个就不好玩了。What is that?我这边看这后面，我都觉得傻傻的。啊？你要什么？哇！哇！我懂，你画那个只是什么客户，然后上来你。啊？啊？有人飞完？这个。Boom！ 好。Boom！Boom！Boom！ 你们至少画一个东西出来。OK， done， 你们可以转过来了。那么我画的是小鸟。OK 哦，有一点重到一点点。没有没有，我是照着你的那个勾，然后乱掺的。是什么？那个 Jason 啊，杀人的那个面具啊。Baby 啊 ，Baby Boss 啊 ，Alien。可以开始。把这里画大一点。啊。我有时间了。You need to stop everything. 什么 ？This is so much cancer. 我知道有五条线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OK 啊。啊。OK， 好了，最后一个啊。哦，我懂你画什么了。可是我画错很多东西。这里也很厉害啊！你画什么？我懂你画什么东西啊？等一下。哇 ，stop！ 你错了，错了，我都不懂。可是 ，OK， 转过来，我先。啊，你先。一休吧。
我还以为是马来西亚国旗呢。你这个很故意，你懂吗？为什么？很像这 barbecue。什么？这个肉丸吗？然后这火。我就是感受到他画了很多条线，然后在我这里边讲。那你骂了你了？不懂。我看外国人网哦，他们至少也画一个真的像样一点的东西。我们好像连什么东西都不是这样的。做出来的鸡蛋，是啊，是好是好。来，到 Niki。啊，恭喜！哎呀，不懂了，老妹。恭喜！哈哈哈哈哈哈！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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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om。哎，芝麻在上面的，什么东西？画好了，好了 ，OK， 现在 OK， 来呀，我们看你计划什么了？什么鬼？新年的炮。怎么？你画什么？那个 Golf 的那个旗是吧 ？Golf 的旗啊，我画一个旗，还有芝麻。跟我差不多哎，跟我差不多。罗伦，那你跟我差不多。画一个 S， 然后画一个竖。怎么这个是 Nike 的袜子？袜子 Nike 袜子。好，这个是 Nike 的袜子。OK OK， 不是你想象的那个。这个会多一点，就 try view。停。大一点嘞。什么鬼？那是不是赚了？笑脸，耶！我画一个星星，一个笑脸。什么 Illuminati 啊？耶！我画一个卡通。就是屁股脸。你们有一个答案吗？没有。没有。Patrick。啊！All right， 现在是团队赛，2-2，所以有一个人就负责做裁判呢，哦。我是裁判啊。这个是考我们的默契的啊，所以我就跟点历史。然后。耶！我们。大勇就跟 Nicky。OK， 现在 Roland 会出题，他会先画一个图案，然后他会给我跟大勇看，然后我跟大勇要负责画出去，然后最后谁的最像，就那一组赢了。所以这个是情侣队，这个是基友队。Roland， 你画的是什么呢？我画的是青青色的图案。OK， 所以我们两个都看好了。来吧，林立神，跟你的默契啊。来 ，Come on，Let's do it。等一下，这个是这样，一个一个来，感受不到你啊，今天。再来一次。OK， 时间还有剩最后5秒。可以转过来了。给你画的是什么东西？是它的尾巴、眼睛、嘴巴。等一下，王冠，哎，你对啊，我跟大勇画的是一双手，结果画成王冠。然后呢，你算一下谁可以赢这一分？这应该是 Dennis 吧 ？Yes。Yeah。Yes。OK， 到我们了，到我跟大勇。大家好，我是这个游戏的主持人，我叫伟凡。OK， 现在我要出题目。OK。现在我跟大勇要转过身。OK。不要看过来，不要看过来。不要看，不要看。只有 Nicky 跟。Dennis 可以看，这个我就是 video 讲解，我也听不懂。给镜头看我画什么？OK 开始。OK 你的字啊，1:1画吧，很简单。什么东西？再画一次的。你们不要怪他，我觉得 Nicky 画的很美。这个是刚才的，你 feel 吗？OK， 猜，再来一个猜，我画一
一个舌头咧出来这样。月亮半个月亮都。Moonlight 香蕉。香蕉跟舌头。被切过的。我跟你讲，大家真的，这个玩过这么多人哦，终于传达对了，他这真的是舌头。耶、yeah! yeah! ！哇！耶！1-0，1-0，请你对老鸭。现在就是我跟 Nicky 对战大勇跟 Dennis。几文？来，我这次也是画一个清新色的物体啊。哦，清新色的物体。OK， 请开始。觉得谁可以及格的呢？你觉得你吧，因为至少有两个圆圈是给了一些，他有三个圆圈，这样卡了啊！对，他有一个，三个圆圈，圆圈是分开的，对，这个表现眼镜，一定要，再来，我跟大勇，再换队员，再换，我就觉得换。是简单的，这个我们中学啊、小学啊，画画一定会画了 ，OK？ 游戏开始。不要，第一个画的一定是这个东西的。我看居然呢。OK， 首先呢，一个家，一个屋子。哦，耶耶耶！长见了。哇，这个我觉得就是平哎，不能讲偏水。对啊，就打平啊。打平，一人一分，最后一场就是这一次是我跟 Dennis 看题，然后戴勇跟 Nicky 画了。Roller， oh my god。OK， 我一次过画完先。OK。OK。重要的，原来我会输是因为你啊！我感受到你已经放很多轮，然后我就想，应该是可爱的。你给那个自信直接来一句，我们那边就怂恿。哇，你 ！All right， 那么今天的游戏就到此为止，没有人赢也没有人输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不是你浪费了你的时间。这个影片新年快乐。小花浏览器应该已经上映了，所以大家。讲一个兔年的祝福语咯。哦，我先祝大家突飞猛进，祝大家突然发财，祝大家新年歌听到吐。我也不喜欢，你讲就好了。祝大家听新年歌不听到吐。这不你要讲一下这个？祝大家兔年吉祥。I love you too. OK， 那么我可以恐慌哈，外国人玩这个游戏哈。Yeah. OK， 那么我可以恐慌哈，外国人玩这个游戏哦，一定是 plan 好了，没有理由他们画到这样美的。我们每次啊画到一个畸形的东西啊，你看画什么东西都不懂，每次画一些畸形的东西。好像 WiFi。